大家好。上一次课呀，我们讲了这个晚清论博上谕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到呢，对于帝王和太后的啊这种劝善归过。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讲第二个问题。那么这第二个问题的题目呢，叫做弹劾奕匡、袁世凯等权臣兼及上谕，弹劾奕匡、袁世凯等权臣兼及上谕。那么这个1907年的5月啊，有一个御史叫做赵启林，那么这赵启林呢就上了一个奏折，那么这个奏折呢就弹劾奕匡、载振父子啊，这是父子俩啊，载振是奕匡的儿子，说这个奕匡啊和这个载振以权贵之位广收洛邑，置时间于不问。那么赵启林呢，他所揭发的主要问题是这么几个。那么主要是呢，有一个人叫做段之贵啊，当时是个道员，道员是个四品官，说这个段之贵啊是投载振之所好啊，那么载振是看中了一个歌妓叫做杨翠喜，那么这个段之贵呢就不惜重金以一个富商的名义买下了这个杨翠喜啊，献给了载振啊，讨好载振。那么后来清亲王奕匡七十大寿的时候，那么这个段之贵呢又给奕匡送去了10万两白银啊，作为一个寿礼。那么奕匡在接受了段之贵的这个贿赂之后，那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那么就把段之贵啊卖放为蜀黑龙江巡抚啊，蜀就还不是正式啊，就是蜀里啊，代理黑龙江巡抚。那么黑龙江巡抚呢是相当于一个从二品的官员，那么段之贵从四品官到从二品是连升了三级。那么这个事情后来被赵启林发现了，那么赵启林就上奏折参奏奕匡和载振。那么赵启林上奏之后，清政府就命令醇亲王载沣啊，那么这个时候不是那个奕轩了，奕轩已经死了啊，这个载沣呢是醇亲王奕轩的儿子，就命令醇亲王载沣还有一个大学士叫做孙家奈啊，命令他们去查这个事情。那么清政府查这个事情，这个消息呢最后被奕匡、被袁世凯知道了。那么奕匡和袁世凯呢就采取各种办法掩盖这个事情啊，怎么掩盖呢，就是把杨翠喜又送到了就是那个富商啊王以孙家里面做使女啊，就是没有向载振啊送这个歌妓，是吧，企图掩盖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载沣和这个孙家奈去查，查完之后说没有这个事情啊，叫做查无实据，那么就上报给清朝廷。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慈禧太后啊，那么就以当时这个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个上谕啊，这个上谕就斥责赵启林啊，说赵启林呢折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啊，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据，是吧，随随便便就污蔑重臣啊，是败坏了亲贵重臣的名节，你有诬告罪。那么就下令啊把这个赵启林革职。那么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奕匡父子啊，当时啊这个贪污受贿啊，卖官鬻爵，那么在当时在这个晚清啊，那么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这两个人很贪。那么也知道袁世凯和奕匡父子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那么这个上谕斥责赵启林，这个上谕颁布之后，那么很多人就为赵启林感到不平。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御史叫做江春林，那么江春林就上奏折，那么在这个上奏折当中他指出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呢，说载沣
和孙家奈啊，这个回复这个奏折啊，里边有很多疑点啊，他讲了六大疑点啊。那么其中一个就说这个供人的供词啊，前后是不一样的，前后有差异啊。那么很显然的是，他们是受到了别人的指使做的一个假供词。那么因此他就要求清政府重新派人重新查这个案子。那么这是这个江春林呢，对于清政府这个上谕啊，那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个都御史啊，就是督察院的最高长官，都御史叫做陆宝忠啊。这个陆宝忠呢，是出面做和事佬，两边和稀泥啊。他一方面说赵启林这个人是吧，不懂得厉害，不懂得忌讳，是吧？随随便便就是这个上奏啊，听信这个道听途说，污蔑了权贵啊，那么他是有错误的啊，叫做其咎故无可解。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又讲什么呢，说其心实有可原啊，说赵启林那种本心实意啊都是好的，他并不是想污蔑啊这个朝廷重臣。他说况且呢，这个御史本来就有一种权利，叫什么权利呢，叫做封闻言事啊，就说我听说怎么样是吧，不必有真凭实据就可以上奏。那么这是清廷的给的这御史言官的一个权利啊，是为了呢监督这些官员不要有违法乱纪的行为。那么因此陆宝忠就提出来是吧，要求清廷不要对这个江春林啊，不要对这个赵启林进行这个处理啊，对他进行惩罚。那么以保持督察院的这个御史啊，敢于揭发一些官员违法乱纪是吧，敢于谏言的这么一种风气。那么这是陆宝忠啊，那么对于这个慈禧太后这个上谕呢，也提出了自己一些看法。那么另外一个御史叫做赵炳麟啊，赵炳麟。那么赵炳麟呢，在当时清政府这个御史当中是很有名的啊，是以这个直言极谏而出名啊，说话很直，敢于呢这个讲一些这个真心的真实的一些这个东西，敢于去劝谏。那么他就不像陆宝忠那样啊，就是亡故左右而言他是吧，遮遮掩掩。那么他呢就大声疾呼啊，说现在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个局面，形势很危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小臣工皆应劝善归过，共济时间。那么他说在这个时候中国形势很危急，如果一些正直敢言的这个御史是吧，遭到了朝廷的这种斥责啊，他说呢，臣恐言路闭塞啊，这人们都不讲话了，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啊，那说天下就会大乱了，后果不堪设想了，清王朝就要灭亡了是吧，那这是我不忍言的啊，我不忍心讲的。那么赵启林特别做了一个声明，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朝廷你认为我这个上奏是和这个赵启林捧笔为奸，我们互相勾结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还官待于陛下，我这官不做了，乌纱帽我不要了，我还给你，还官待于陛下，我要辞官回老家，我去种地去。那么这个时候督察院内的几十个御史言官是吧，包括几十中啊，那么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群情激愤啊，都在讨论啊，准备着联名来弹劾奕匡和这个载振啊，准备弹劾袁世凯啊，这个形势呢就是搞得就是很紧张。那么在御史言官的这种极力的这种劝谏之下，那么慈禧太后不肯承认自己做错了，那么但是慈禧太后不得不批准载振啊要求辞去一切职务的这个请求啊，或者说载振一看形势不好叫引咎辞职啊，那么慈禧太后也就同意了载振辞去一切职务。
而且免除了段芝贵的这个巡抚，啊，就不让他做巡抚了。那么这样的话，才把这次理论上谕的风潮慢慢的压下去了。那么这是呢，这个论驳上谕的，那么这个一次重要的风潮，那么这是1907年的事情。那么这次风潮，议论上谕风潮过去之后不到三年，那么再次发生了一次更大的，几十名御史联合上奏论驳上谕的风潮。那么这个呢，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论驳上谕之锋芒直指摄政王，就是这次论驳上谕这个锋芒所指向的是指向了摄政王载沣。那么这个事情呢，起因是起因于这个1910年2月，就是这个御史江春林上了一个奏折，上这个奏折呢是弹劾庆亲王奕匡，说这个奕匡啊是老奸窃位，多引匪人，是个老奸呢，窃据位子，是吧？这个引荐了很多这个不好的人，匪人。那么既然是多引匪人，那么这个江春林在揭露奕匡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很多人。那么江春林在这个弹劾奕匡的时候，涉及到了清政府的地方的总督、巡抚、中央各个部院的这个尚书、侍郎啊，涉及到了10多个人。那么也说涉及到了清政府的很多高级官员。那么这个时候，摄政王载沣对于这个督察院当中这些御史不断的上书言事，是吧？弹劾这个人，弹劾这个人，是吧？他感到非常的恼怒。那么这个载沣，是吧？对于江春林提出来的其他的8个问题，他不管也不问，就说江春林，2个问题你必须回答，你要给我拿出真凭实据来。什么事情？就是江春林有一点是说，直隶总督陈奎龙是奕匡的干女婿，那么这是一点。还有一点说是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儿子是载振的干儿子。他说你说这2个事情一定要给我拿出这个实据来，要据实来回奏。那么江春林对于这2个事情他讲的是很实在，他说这个事情我没有真凭实据，我是听别人讲的，说这别人呢是言之凿凿，他们讲的都是有鼻子有脸的，说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像奕匡说这些人他也不以此事为讳，他也不隐晦这个事情，他是以这个呢来回奏这个摄政王载沣。那么这个江春林这个回奏之后当天这个载沣呢就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这时候光绪皇帝死了宣统皇帝是溥仪做了皇帝了，载沣是这个溥仪的这个父亲嘛他做摄政王。那么当天这载沣呢就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个上谕，这个上谕呢就严厉地斥责江春林说江春林这个上奏是牵涉琐事，你所讲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一些小事情，罗织多人罗织了很多人，荒诞不经，说你2次所奏实属幼言乱政你胡说八道扰乱朝纲，说你是不称言官之职，你不配做这个御史，你还是回原衙门，你不要做御史了。那么这个事情，这个上谕这个颁发之后，御史当中的像胡思敬、赵炳麟等人是吧，听了这消息之后纷纷的再上奏折为这个江春林来打抱不平，来进行这个竞争进行这个论争。胡思敬他是讲，他说当初这个宣统皇帝继位的时候召见江春林是吧，说江春林是敢于直言，对他进行表扬褒扬是吧，说但是呢还没有到一年昔之以言被奖者今且以言获咎，
说往常啊，那一年呢，是因为他敢言，受到了奖励了。但是现在呢，他因为敢言呢而获罪了。他还说，说近年以来，弹劾内外大臣的啊，这些奏折很多，是吧？那么最后呢，那么都是以封文而置之，是吧？没有对这个上奏这些人，因为他提的这个东西啊，没有实据，就对他进行处理，没有谴责到啊这个上书言事者。啊，他说，但是唯独人们对于奕匡父子进行弹劾，啊，很多人都获罪了，被清苦治罪了。那么他说，啊，蒋士礼一参之而斥矣，一个叫蒋士礼的，第一次参奏奕匡，结果被处理了，被斥责了。赵启麟再参之而罢矣，赵启麟前面讲了，第二次参奏奕匡父子，被罢免了。今江春林三参之而又得罪矣，那么江春林第三次弹劾这奕匡，又获罪了。他说这样做最后啊，必然会使后世疑陛下独思其亲，就是别的人认为啊，你这皇帝啊包庇你的亲属，独思其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奕匡啊，他按辈分来讲是溥仪的爷爷辈啊，是载沣的这个叔伯辈啊，说你呢包庇奕匡，就包庇你自己家的人。那么因此胡思敬他在奏折当中也是要求清政府要收回成命啊，不要对江春林来治罪。那么载沣对于胡思敬、赵启麟等人的这个奏折，那么也是很反感。那么这个载沣呢就再次颁布啊谕旨啊，就要求这些御史言官们以后再发言是吧，再去上奏折，武德怀瑕思见啊，就是不要怀有这个私心啊，武德怀瑕思见，即毛举细故。那就说你这个御史言官，你又再谈问题不能够有自己私心，不能去想那些小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么这个上谕颁布之后啊，在这督察院啊，这督察院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中纪委啊、法院呢，是吧，这是一个监督机关，整个督察院啊，督察院的这些御史全部这人心呢涌动，是吧，大家都很激愤。那么几乎呢是所有督察院的人要联合起来啊，公开的批评这个上谕，论驳上谕。他们说啊，说倘若呢弹劾大臣而既为其怀瑕思见，就是上这个上谕当中讲的怀瑕思见，说我弹劾大臣，你说我怀有私心是吧，怀瑕思见，说那么如果要弹劾小臣呢，又必以为是毛举细故，你又说我就讲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说呢，封文言事，发人之私，攻人之过啊，就是我是检举他做了哪些错事，有些什么这种私心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说这个呢本来就是御史言官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揭发他们嘛，是吧。如果说啊，这个御史言官弹劾了大臣，清朝廷者说不分青红皂白，说你是污蔑啊，那么将来进言者将何以措辞，那么这些御史们我怎么说呀，怎么去揭发呀，怎么去措辞啊，是吧。他说这个贪墨大臣，这些大臣贪污受贿是吧，营私舞弊，他一个人不能够做，是吧。那么要想揭发他，就不能够不牵扯到其他的人，牵扯到其他的人，那么清政府说我是罗织，那么这样的话将来进言者又何以自明其迹，那么我怎么表明我是出于公心，我这么一种心迹呢，没法把它表明。那么因此他也要求啊，这个载沣啊要虚中纳谏啊，博采群言，要改变自己的啊这种这个处理办法。那么载沣对于这个问题啊，最后采取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办法。什么办法呢？
就是再有人是吧上奏折弹劾清政府的大臣，他把这个奏折扣留起来留中啊，不再发下去了，就是不做任何处理。那么这个事情就反映出了这个时候清王朝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了极点，政治上已经败坏到了极点。那么按照御史胡思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清王朝已经是遍体麻木不仁，麻木不仁了。那么即使有人有个好医生投以俊剂啊，给他用好药用猛药，也很难挽救这个病人。他说使者知其必不其已，那么这个当时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清王朝没有办法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之期已经为期不远了。那么以上啊，这些论述上谕的风潮，那么是晚清论驳上谕的前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论驳上谕的这个主体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啊，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那么就它的性质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啊，那么就是1865年群臣呢这个抗论啊，慈禧太后罢斥这个奕欣的事件。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对帝王言行的一种劝善归过啊，就像1873年到1874年群臣呢劝这个同治皇帝呢不要修圆明园。那么第三种就是指出帝王的这种行政之失。那么这是就情况而言呢，大概分这么三种。那么如果说就论驳上谕的人员的构成情况，都是由哪些人构成的，那么大概呢是这么一种情况。1843年的时候陈庆庸批评道光皇帝，仅仅是陈庆庸的个人啊，没有其他人跟着响应。那么到了后来，在慈禧太后罢斥奕欣，在反对同治皇帝修圆明园的时候啊，论驳上谕的人很多了，有王公大臣是吧，有这个部院大臣，有御史啊，方方面面啊，人数很多。那么到了清政府罢斥赵启麟江春林的时候，清政府的一些大官僚有实权的人没有参与这个事情，仅仅是这个督察院当中的一些御史言官。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反映出了到了清末晚清政局已经非常的混乱了，也是非常腐败了。那么梁启超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呢，今日之政界浑浊极矣，整个政界非常的浑浊，说境外官署无一不为藏垢纳污之所，山兴至不可向耳，整个清政府都很腐败了都是污气都是浊气，说其中尚有清气往来者唯一御史台而已说只有督察院是吧还有一些那种正义之气。那么这是这我们讲的这个晚清论驳上谕的那么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清政府内部多次发生了论驳上谕的这个风潮。那么下边呢我想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个资政院议员对于上谕的这曲解和论驳，资政院议员对于这个上谕的这种曲解和这个论驳。那么这个1910年10月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召开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革命风潮风起云涌的时候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外的这种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成立了资政院，他希望资政院的议员能够帮助清廷是吧度过危机。那么但是资政院的议员以一种半在朝半在野的政治身份是吧，那么在资政院内再次掀起了论驳上谕的风潮。这次论驳上谕的风潮它的言辞之激烈可以说是晚清历次论驳上谕风潮当中所没有的前所未见的。
那么这次论博上谕啊，主要是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清政府在1910年11月4号颁布了一个谕旨，说清政府这个时候要搞立宪，说要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在宣统五年，就是1913年召开国会，而且说这个年限一旦确定，是吧，就不能改变了。那么另外一个上谕就是说，各个省来京请愿的这些代表都去回老家，回自己家乡，是吧，各安职业，等待着朝廷来颁布谕旨，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事情，颁布了这么两个上谕。那么这两个上谕颁布之后，资政院内的议员这个时候对这个上谕还不敢公开的批评，他们采取了一种曲解的办法。那么他曲解办法的什么意思呢？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认为第一个上谕他就讲说，现在的宣统皇帝是要继制庶士的，这个宣统皇帝继什么制呢？是继光绪朝这个立宪之制。那么既然光�绪朝原来是9年预备立宪，可以缩短，那么现在只要人们继续请愿，同样可以继续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那么这是他对这个上谕做了一个曲解。那么接着他又对第二个上谕做了曲解，他说第二个上谕存有深意。第二上谕就是说让这些请愿代表都要回自己家乡，静候朝廷，来这个详定一切。说第二上谕有深意，深意是什么呢？他说深意就是这个请愿代表要求在宣统3年召开国会，清政府没有允许，那么这些请愿代表是感到很没面子，是吧，没有这个脸面回家乡去见乡村的父老。那么清政府呢，颁发了一个上谕让他们回家，就是给他们一个下台的台阶。那么因此他在讲说，只要大家继续请愿，那么还是可以继续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就是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这是资政院内的这些议员的一个政治要求。那么这次曲解上谕的风潮还没有完全平息，那么11月9号，那么又一次引发了弹劾军机大臣的这个风潮。那么这次弹劾军机大臣，是吧，又涉及到了上谕，涉及到了上谕。那么在这一天的一个资政院会议上，议长宣布了一道上谕。那么这个上谕是针对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湖南省的巡抚在湖南省要发行公债，没有经过湖南这个司议局的同意，那么湖南司议局跟湖南巡抚发生争论，那么这个事情呢闹到资政院，那资政院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提出自己一个建议，上报给这个载沣。那么载沣在颁布这个上谕当中，是吧，没有对湖南巡抚违规，是吧，发行公债这个事情提出批评，也没有要求这个湖南巡抚要把这个事情放到这个湖南这个资政院重新审核来补议。那么这样的是使得资政院这个议员呢感到非常的气愤，说你既然标榜预备立宪，那么现在这个督府，是吧，他没有按照这个湖南资政院的这个议决，他就搞了发行公债，他是违法的，那么违法你这个上谕对他没有进行批评，那你到底要不要立宪呢？那么接着，他们就从这个问题引申到，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问题上，对清政府预备立宪进行批评，他们指出来说，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府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宪议可以不立，你资政院设立了，督府违法了，你不按照这个法律去处理，你可以不要立宪了。那么有的人甚至公开的批评清政府，是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简直是个反动政府，跟人们意见相反，他们就公开的质问清政府到底要不要立宪，他们说如果资政院议决的事情没有效力
啊，就是你天天说立宪，立宪也是假的。那么这样呢，在这个资政院的议员，那么对这个上谕，就是从曲解到公开的批评。关于资政院议员对于上谕的这种批评论驳啊，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我们下次课呢再接着讲这个问题。